哇，那还大自然的天籁啊！各位，早晨，早晨，我是农民，又是渔夫，我是文明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日呢，嚟到苗栗呢边啊，通宵一个朋友嘅屋企，屋企外边呢，有个竹林。哇！今日風呢仲係有啲大啊，咁啊，嗰啲風吹到啲竹呢，搖曳到發出好好聽嘅聲音，好好聽嘅音樂，好似大自然嘅天籟一樣咁好聽啊！大家聽聽，係咪好正呢？我咧依家系过住啲陶渊明咁样嘅生活啊，远离繁嚣，远离市区，住喺乡村，一边捕鱼，一边依家咧就开始学种田啊，仲有养鸡啊。今日咧就买咗5只鸡，5只冇土鸡，土鸡冇嘅乸嘅，咁咧就依家嚟到朋友呢度咧。系锯竹树，锯竹咧系锯啲竹翻去咧，帮佢哋搞一个围起来，围一个鸡寮，围一个鸡寮俾佢哋。咁啊喺我嗰个差唔多接近2分嘅田嗰里边咧，就已经有个选址啦，选好一个地址咧，就准备咧将呢度锯咗啲咁嘅竹咧，就搬过去。咁啊，围成一个鸡寮，等佢哋咧就有屋住啦。咁啊，鸡咧就系怕晒嘅，怕淋雨，同埋怕晒，同埋咧怕冻嘅。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围得好好地。咁咧，我准备咧就竹咧系自己冚，另外咧就系会搵啲网啊，仲有咧买啲。帆布啦，咁咧就围起嚟，等佢哋有一个安全、舒适、挡风遮阳嘅安乐窝。啊，呢度啲竹树咧，好多都已经系即系刚枯咗，有刚枯咗啦，到处都有啲枯竹。咁我依家準備咧，係選取呢啲即係唔係好老又唔係好呢一個青嘅，唔係好老唔係好青嗰啲，咁啊最啱啦。咁啊，依家咧就已經鋸咗少部分噶啦。鋸完竹咧，就去買嗰啲雞用嘅雞寮用嘅呢一個帆布啊，仲有啲咁樣嘅嗰啲。嗰啲网啊，将佢围起嚟，咁防止啲野狗啦，仲有咧就系野兽啦，乡间咧都会有啲咁嘅野兽、野狗嘅，咁所以咧就要保护佢哋，否则嘅话咧，养冇2日咧，咁啲鸡就冇咗噶啦，会俾食咗噶啦，俾冇啊，人系唔会偷噶啦，不过咧好难讲，会唔会有人偷就唔知啦。正常啊，应该唔会嘅。咁啊，食咧就会俾啲野兽食咗啫。唉，咁啊，鸡咧五只呢一个鸡乸，花咗我系1000蚊啊，每只系2嚿水。借咗朋友一个电锯，系啊，送俾我噶啦，你啊用完攞去。要用嘅话咧，就继续攞去用，嘛，直头系送俾我噶啦。哇，呢度有一棵咧，就已经系干晒嘅，枯晒嘅，干枯咗嘅。
哇！呢、這個好容易鋸，一下就爛咗啦，一下就係斷咗啦。咁咧都係鋸啲稍微粗少少嘅，因為咧係要圍住咧啲網啦，咁要撐得起佢先得。嚇、啊！呢棵已經係鋸咗落嚟啦，咁啊跟住啦。嚇！咁啊呢度咧，即係我喺台灣呢邊咧，係過一個非常不一樣嘅新嘅生活啊！完全係脱離城市，完全係同大自然係融合啊！過翻啲早期農村人嘅生活。不過咧，我會將佢係即係比較現代化啲啊，或者係叫做雖然生活喺農村，但係咧亦都不乏有種城市人嘅感覺。咁啊，點樣去調劑，點樣去整合呢度就要考自己嘅智慧同埋生活上嘅能力啦。依家咧就先將佢哋全部鋸曬落嚟先，鋸咗之後咧，咁啊到時咧先至嚟搬啦，先鋸咗先。不過要記得係鋸咗喺邊度先得，唔係一陣間鋸到頭暈暈咧，揾都揾唔翻。有好多咧已經係爛咗啦，即係俾蟲係腐爛咗、腐蝕咗。哇！啊，咁咧，到時咧，我嘅雞寮咧，係建造我嘅雞寮嘅時候咧，我到時先拍片咧，咁啊去分享俾大家啦。咁啊，大家喺台灣咧可以考慮啦，不妨咧係改變自己喺香港嗰種大城市嘅生活方式，重新過一種同大自然融合嘅生活方式。如果條件許可的話，當然還有些人是要即係揾食的，大城市當然揾食是比較方便啦，同埋收入會好啲啦，或者係機會多啲啦。咁當然啦，你的開銷亦都會大啲啦，有辣有唔辣啦。喺鄉村生活的話咧，開銷就會小好多啦。咁好似我喺台灣呢邊咧。我依家租屋咧就係連埋嗰塊田俾我用啦，6000蚊台幣啊，好抵好抵。咁啊，呢一個間屋咧有成台灣嘅坪咧有成60-70坪啊，連埋花園嘅話有成70幾坪，又抵唔抵啊？哈哈，哇，先6000蚊台幣嘅啫，去你嘅大城市點揾啊？點揾到啊？係咪啊？咁啊，再加埋噼里啪啦啲開銷啦，一個人嘅話咧，即係大概啦，慳啲嘅話咧，即係如果我冇捕魚啦，冇種田啊、種菜嘅話咧，我自己要買菜啊、買剩啊嘅話咧，買肉食嘅話咧，咁一個月大概係要花台幣啊，因為我仲有養車啊。有啊，一個月2000多蚊咁樣啦，大概要台幣要去到成都要成30000蚊嘅差唔多。啊，死坑死底嘅話咧，都要20000幾噶啦，都要20000幾噶啦。咁依家我自己捉魚啦，仲有咧自己種下啲菜啦，或者攞啲魚去同啲呢邊啲朋友換菜咧，我咧。差唔多咧，大概都係應該我估計啦，20000蚊以內啊，頂曬籠係20000蚊都應該可以夠用噶啦，因為我租啊嘛，租有成6000蚊啊去咗，啊水電啊、噼里啪啦嗰啲都要成1000幾蚊一個月平均，咁啊油費啦，我又即係買咗架電動車啊，咁啊可以慳翻啲，油費拉平均估計1000蚊啦以後。總之呢，
住喺鄉下嘅話咧，就一切係歸於平淡，同埋一切咧係歸於大自然，同埋一切咧都係可以盡量慳嘅就慳，啊慳得就慳啦，咁啊過翻啲純粹嘅生活，冇咁多奢求嘅生活。其實人咧都會心態都會有所改變，同埋會平靜啲。咁啊，有嚟苗栗玩嘅話咧，香港朋友咧，大家如果有機會嘅話咧，可以喺呢邊揾我做導遊，帶大家遊玩呢度通宵海邊有好多值得玩嘅，去釣魚啦，或者係海邊去捉啲蟹啊。去仲有啲嘅鵝螺啊，啲海螺啊，可以拾嚟食，話即拾即翻嚟攞翻去白灼，甜到漏口啊！仲有咧就係我，因為我捉魚啦，咁啊隨時都會有海鮮有魚食，甚至有陣時會有膏蟹，有台灣叫做紅鱔啊，啊呢一個。大嘅膏蟹，哇！有啲大到兩三斤、三幾斤都有。好啊，咁啊呢條片咧分享到呢度啦。啊，最後咧就請你咧撳落去個小鈴鐺，啊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頻道，俾個點讚。好啊，多謝多謝收睇，繼續。繼續嘅我嘅竹鼠做雞寮，拜拜。